再见，珍姐。走好啊，少爷。江哥，小黑出事了。什么事啊？刚刚巡捕王发通告说，打劫银行的那批贼全部被当场击毙，只有小黑一个人跑了。我知道他们早晚要出事的。江哥，你去哪里啊？我现在去巡捕房打点一下，把他们尸首领出来，早点安葬。江哥，我来帮你。对不起，来迟了。手续都办妥了，明天你就可以拿这份公函把尸体领出来安葬。谢谢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我们好久没有喝一杯了，这间餐厅刚刚从法国运来几箱红酒，很不错的。我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，改天吧。坐下来聊聊天总可以吧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改天吧。哎，你在恨我吗？恨你？为什么？原因很多，比如若兰。说起若兰，我曾经恨过你们，但当我冷静下来之后，我觉得她是对的。她选择你没有错，只有你才合适她，只有你才可以给她一个幸福的家。其实你应该很清楚，她从一开始心里喜欢的就是你。难道你没有恨过我吗？小若兰事件，你曾经听过我的意见吗？其实那件案子我们都错怪了你，我一直想向你道歉，最近我才发现我的专案小组里出了内奸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难道能重新来过吗？就像杂技团那帮兄弟一样，如果他们现在肯悔悟的话，你有本事让他们复活吗？天祥，你这么说是怪我杀了他们。天祥，如果你真的要挂的话，就怪他们作奸犯科吧。我是兵，兵抓贼，天经地义嘛。如果你要怪，就怪自己吧，是你一手教他们作案。那次如果不是你烧毁了烟土的话，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关在监狱里，也不至于横尸街头。小黑现在逃走了，我很想知道，我再抓小黑的话，你会阻止我吗？你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心里很难过。你是不是觉得待他受过的话，良心会好过一点？对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一定这样做，因为他是我的好兄弟。天祥，你不要感情用事了，这个世界很现实，如果你这样，永远干不成大事。你还记得你法国回来之后做了多少事？黄包车夫、大光明事件、半新报，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到了什么？就像海浪一样，潮起潮落，潮起潮落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将把浪堆积起来，直到冲到最高峰为止。那是你，而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这不是个人得失的问题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实力，凭什么别人会听从你呢？凭什么实现自己的理想？非凡，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野心这么大。好啊，你真选对了行了，你现在已经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代理总督察长，有权有势，如日中天。而我呢，我会遵守我的原则，尽我的所能为广大民众服务。天神，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才华，以你的实力，你可以像一只利剑一飞冲天。一飞冲天又怎么样？飞到高处还不是要掉下来吗？但毕竟辉煌过，难道像你现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自己吗？非凡，我们两个都变了，我们两个在走着不同的道路，不要再讲了。喂，非凡，不可否认，你现在的确是一飞冲天的剑，但你要记住，你只是法国人手上的一只利剑。
界巡捕房特别专案小组，你们被捕了。什么专案小组？你们两个人两条枪几粒子弹，以为我们怕你啊？别乱来，别动！你们听着，这条街是我们的，赶快给我休尸！快，把他们的枪解了！别动！别乱来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哎，别动！把枪留下，有本事！你已经足够危险了。300发子弹，有种的你开枪！好啊！每个街区都有劫匪，我们警力单薄，实在对付不过来呀。是啊，弟兄们已经50个小时没休息了，实在支持不住了。流氓冲进咱们的牢房，把歹徒全给放了。喂，什么？小飞路也松了？好好，我马上分派警力。快去！不好了，快来起火了！啊！不好，那边是银行街，可不能出事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大家镇静，镇静，不要慌。是我，上校，我请求增援。我马上派兵相救。